11月2号晚，陈晓、陈妍希合体现身机场，在曝光的路透照中，夫妻两人都身穿黑色长款外套，搭配红黑情侣装，口罩遮面，低调时髦。陈妍希头戴红色毛线帽，俏皮可爱，小两口一路更是十指紧扣，有说有笑，不时甜蜜对视，同框画面甜得不要不要的，网友们也大呼羡慕。一起度假出游，真是难得的休闲时光。小两口幸福甜蜜的一起出行了，祝旅行开心哟！某拉新闻，一起端起这一碗尊贵的狗粮吧，走。